欢迎大家嚟到出席咧，就系大湾区职安健论坛嘅。香港職安局咧，今年係踏入35周年嘅，咁特別邀請咗粵港澳大灣區職安健領袖、社會賢達同埋咧就係合作夥伴一齊去慶祝嘅。歡迎各位出席今日嘅論壇，特別係咧香港以外嘅朋友專程嚟到出席我哋今次第一屆嘅大灣區職安健論壇，讓我哋咧可以一齊，終於喺疫情過後咧，大家聚首一堂。職安局同廣東省包括澳門。都是長期的合作夥伴，是老朋友，你們的光臨是對職安局最堅實的支持，亦都是對大灣區職安健合作的最佳擁護。首先我要衷心的感謝廣東省應急管理廳的信任，感謝主辦方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的盛情邀請，向此次論壇的隆重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我是很開心今天大會邀請了我來做這個分享，因為可能大部分朋友都知道我是職安局的前主席，所以回來之後很有一個家的親切的感覺，很開心可以代表澳門勞工事務局和大家做一個分享的，分享一下澳門有關職安健的經驗。入就是職安局一眾的成員陪同著我們主禮嘉賓進場。職安局是成立在1988年的，作為一個法定的機構，一直都是以改善工作環境的職安健、提高企業的安全管理水平為一個目標。在這裡我代表特區政府是衷心感謝職安局不遺餘力，通過宣傳、教育、訓練等不同的方式，提升了香港的職安健水平，貢獻是非常大。今年迎接了35周年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由创局至今，我们一直以提升香港职安健水平为己任，多年来有赖香港各个政府的部门、商会、工会、专业团体、世界各地的职安健的伙伴共同这样去努力和坚持。大灣區職業安全健康合作宣言正式啟動，攜手一起合作推廣職業安全健康，就為我們的大灣區打造成為安全健康和諧的工作環境。職業安全健康局成立是35周年，職安局亦都是聯同新城電台合辦職安35周年郵票設計比賽，邀請就是學生和我們的公眾人士一起就是以職安由心出發，幸福由我把握為主題，就是設計一些郵票的，就是藉以就是鼓勵我們就是可以將我們的職業安全這個健康的訊息就是傳遞給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一起就是推動我們的職安健文化的。现在呢，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精彩、非常刺激的，就是我们第10届粤港澳安全知识竞赛。今日的比赛咧，就将会有4个回合的赛事嘅，包括系有必答题、短片题、抢答题，同埋咧就职安健识课题噶。请作答。A. 暂时拆除设备的接地保护线。非常之准确，你睇一睇个正确答案先。是 A 暂时拆除设备的接地保护线。香港工会队请作答。答案是即时拔掉或除屏。是啱的。其实就很简单，你最需要一个上锁挂牌的套就可以完美解决了。一个套装两种的锁法，三重的保护，一
是保護我們的人身安全免被攻擊，二就是保護我們的設備，即是我們的電子設備免被破壞的，第三當然最重要是保護我們的家庭和諧的。悟空，前面就是火焰山了吗？师傅，让我来看一下，前面不是火焰山，是珠三角。你看你现在多漂亮啊！嗯，你哟。在这个戴上之后，如果你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呢，他就会发出一个警报信号，告诉你的老细听你偷紧懒啦。咁咧呢样嘢咁好用，咁到底几多钱呢？咁样我从讲紧只系900多元嘅啫。我们大家听的很多的一句话是：感情的事情不可以强求，但安全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必须强求。199系199个9。OK， 嗱，199个9，我哋仲有50个存货。嗱，五秒钟啊，我哋5、4、3、2、1。超级轻便唔够重，解放双手又安全。讲咁耐，系咪觉得好好用，好想买呢？额有限，先到先得啊！仲唔快啲去买？多谢各位。以我喺啱啱嗰半个钟头嘅亲身参与咧，的确见到就气氛好热烈。通过参与今次嘅比赛咧，就增加大家对職安健嘅认识。我哋將咧就係蒙主席嘅手上嘅旗幟咧轉交俾咧就係鐘副廳長。约定大家在广东省再见，谢谢。